说个话。今天真的感谢主办单位，就是很辛苦的办这个活动。然后虽然有点难过，是雨天，不过终于就是有放晴了。然后就是非常辛苦他们。然后下面有一个喝醉的吉他手。对，然后今天看到不少就是熟悉的面孔，有看到中央的那个乐音社社长，就是什么小乐，对大家。谢谢大家还来。上礼拜才刚见过面。对，上礼拜才刚见过面。好给力。虽然都听一样的啦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因为时间有点赶，然后我们就赶快。先下一首。对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下一首留给你的我从未。Thank you.